差不多了，酒劲了。你写完了？没有。李丽同学，你这试卷答得不错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老师还有最后一道题，马上写完。这里是夜大，都是混文凭的。谢谢你，老师，马上来。哎，我卷子呢？自己找去。怎么给扔地上了？还用吗？你以为你是在帮大家呀？你是在害人家。干嘛那么认真嘛？都是同学嘛。我救你！彪子，不是，这是怎么了？别问了，岳飞彪，快把吕丽给我找来。吕丽她今天休息，参加夜大考试去了。快把刘大夫叫来，要快！救我！这岳飞彪为什么自杀呀？还不是因为李丽，一个普通临时工，仗着自己是护士长的侄子，老对漂亮姑娘死缠烂打的。昨天下午被李丽拒绝了，今天就寻短见了。这哪叫寻短见呀？摆明是要挟人家女孩。你自杀呀，要不就割脉啊，上吊。安眠药还吃半瓶，写遗书，这叫男人。可不是嘛。我看他啊，就是吓唬人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开始他还追求过我呢，一下就被我拒绝了。我这个人啊，要不就不找，要找就找个最优秀的。刘医生，快点，护士长都急了。快！哎，这个李丽光听人议论，我怎么没见过呢？早晚都能见到，快走吧。张嘴。听着，王艳姑娘答应嫁给你了啊！我要李丽，不张嘴拿钳子把嘴撬开。小玉，拿钳子来。病人啊，服药剂量小，住院治疗几天就可以痊愈了。刘大夫，辛苦你了。嗨，这都是应该的嘛。多亏了你，二彪子少受了不少罪，到底是正规军医大学毕业的。比咱院那些大夫强多了。哎，您可别这么说呀，我也是初来乍到，好多地方我还得向他们学习呢。可别，我了解他们，以前在村里都是赤脚医生，半路出家组织学习才当了大夫。所以咱们院啊，只看小病，大病还得到军区的医院。你说你跟他们学什么呀？王艳，岳飞彪分到李丽病区，让他好好照顾他。啊，他刚来一个月，还在见习期，你要多帮助他啊。好，刘大夫，我走了。哎，我这下部队半年，好多地方都挺陌生的了。这个李丽什么来头？这么招风啊？李丽是半个月前从护校分来的大美女，听说父亲是个大干部，所以护士长让她跟我住同屋。哎，那正好，以后下夜班你们有个照应啊。有什么好的？我当然希望你多送我。哎。听说李丽是大美女，就不想送我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许跟岳飞彪一样，见了李丽就有想法。走。哦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有事儿吗，刘医生？啊，把三床的病历给我。三床早出院了。不是，是三床的。哦。刚才出去那个护士是叫李丽吧？是呀，怎么你们还不认识呀？不认识。真是埋头干工作呀，连咱们医院最大的美女你都不知道。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介绍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没事，我上去了，明儿见。李丽。对。我叫刘东，咱们科室的副主治医师，下乡半年刚回来的。你好，刘医生。你好。久闻你的大名了，是王艳告诉我的，我跟她住一个屋。她说，
你专业特别棒。哎，没有没有。我先走了。马刚，哎，干嘛呢？修录音机。什么破玩意儿能修吗？什么叫破玩意儿？修好了就是宝贝。一会儿我修好了给你听听。哎，对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啊。嗯。明天啊。完了，姑奶奶来了。谁啊？程曦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晚那天我教给你那么说给她听，好吧？我先演练一下。我跟她说。哎呀，不至于吧？你自己，你。所以呢，你以后就不要缠着他了。那你想，你们两家关系那么好，别因为你们俩的事儿，最后弄得很僵，不好相处，是不是？这是马刚说的话。是他的意思吧？马刚，他有种当着我的面把说明白这些话，让你传话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是是是是是是是。这样吧，我先送你下楼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给你打电话。好不好？什么声音？没有了。哎呦！好你个马刚，躲我都躲到衣柜里去了，我走了，再也不来找你了。哎，陈秀。哎，老陈，我胆囊炎又犯。这。李丽，一会儿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人。就由你来护着。院长，您找我。哎，我正在处理一个病人，已经处理完了。刘院长，怎么样？哎，陈科长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刘院长。胆囊炎，老毛病又犯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来来来，陈科长，您放心吧，小刘是我们医院里最好的医生，就由他来处理吧。好，麻烦了啊。你们先进去，我去办手续。哎，我去办，我去办。哎，手续以后再办，先治疗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先进去，先进去。陈大哥，我进去看看。哎，不方便。我进去怎么不方便啊？你进去他更疼。这。卧床打针。轻点儿，怕疼。哎，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是。叶大。对。我们是同学。是。我叫马刚，你贵姓？我姓李。我叫李丽。你好。你好。看柠檬呢？哦，对，这是一本好书，看了吗？还没时间看呢，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会过来看一下的。好，李护士，我发现你特认真。是吗？谢谢。都是哎哎哎哎！什么？我求求你了！你起来！你嫁给我吧！啊！你别在这闹了，你赶快出去！
不是，那你答应我了。你出去。不，你答应我，我就起来。哎，我求求你了。那行，我答应你起来。你不行，你骗我！你上次都骗我两回了，我死两次，我再死了，我真受不 了。就算我答应，也得明天去跟父母商量吧。那明天早上再说，你起来。那你答应了。哎，姐，丽丽，明天白天咱们就征求父母意见，那是白天的事儿。可以。今天晚上。明天可以去征求父母意见。不是，今天晚上他约黑风高的，花好月圆的，咱俩就把房也圆。没事吧，李丽啊？老婆，救我呀！岳飞叫你恶习不改一下，你怎么还落井下石呢？没事吧，李丽啊？这样，你先到其他房间去，这我来处理啊。哎，没事吧？啊？真的，难疼死我了！救我！活该，恶习不改，起来，起来，我给你处理。你怎么想着你打我？你怎么怎么恶心的？你啊！哎呀，永远改不了你。我二哥，你管不管着他们打人？那个枪他妈打成什么样了都？都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？谁呀？他们为什么打你？哪来什么为什么？你还护士长呢你啊！你我太没面子了，这个是啊。刘东、李丽。他俩为首的，好不巧纠集一大堆人，我都成不管是为个了，我都管你管不管？不行，我找他们决斗去，我找他们去，我告他们去，我告他们去！哎呀，别急，等着，我找他们去。啊，你赶我回来啊！我这什么人都打我。报告，进来。李丽，你说说。你别让他说了，岳飞彪调戏李丽，所以我才揍的人。你又插一杠子，我打抱不平了。我好好好，你先回去。李丽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这事儿和刘大夫没有关系，是我拿热水瓶打的他。刘大夫听到声音之后才赶来的。如果他还敢靠近我的话，我还会这么对待他的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工作吧。哎，马刚，你要去哪儿？出院，我没事儿。开什么玩笑啊！炎症还没消呢，赶快回到病床上去。我真没事，我一点都不疼了。护士长特意交代要精心的照顾你。我是军人，我又不能泡病号，我在这待着难受。赶快回去吧，叶大的笔记我一会儿拿给你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来。你不送我？他出院的事儿我管不了，这样吧，我去请示一下护士长那儿。啊，行，你护士长要不同意，我给你们院长打电话啊。
现在在那个医院里待着，度日如年。年轻人嘛，工作有热情是可以理解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放心啊啊，你们单位不错啊，那大夫、护士都很好，有一点那个救死扶伤的那个意思啊。我到时候给你们送一个，哎呦我的娘！怎么是你呀？挺有办法的，冒充领导打电话，过瘾吗？不是不是，你把我害得在这团团转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千万别说出去，你要说出去我要受处分。真害怕了，赶快回到病床上去。行行行。李丽，哎，李丽，哎，护士长，你人跑哪儿去了你？药盘子放在病房里，要是病人自己拿药吃，吃错了药怎么办？这出了医疗事故，你能负责任吗？你护士长，咱们医院的医疗制度、规章制度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一再跟你说，我什么我？以后注意点你的。对不起，不怪李丽，因为我是我找李护士有事儿了，要发罚我吧。啊，没你的事儿，李丽，下次一定注意啊。对不起，我这人就喜欢闹着玩，我真没有诚心想害你。对不起还不行吗？我不出院了，行吗？我就不出院了，我好了我也不出院了，好吧？要不这样吧，哎，我给你朗诵一段牛虻的小说吧，你不是没看过吗？我专门给你朗诵一段，行不行？谁稀罕呀？进来，主任。哎，刘总，啥事儿？这是我要求加夜班的申请，你看一下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，我刚到医院，又是青年突击队队长，得带头啊。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哎，你看看你调的日子。怎么了？啊，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六，啊，这不都是李丽值班的日子吗？哟，这我可真没注意啊。这几天来找我调班的人非常的多，值夜班的，他们都是冲着李丽来的。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啊。哟，我不是，我问你个事实啊。哎，你跟王艳不是处对象吗？不是，我跟王艳真的不能算是处对象，是她一个劲儿主动追求我。其实我们俩吧，哎，主任，我跟您说调班的事儿，怎么说起王艳来了？得，这班我不调了，我走吧啊。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树，挺立在院落的一角。高大的树干，像是一座由茂密的树叶堆成的巨塔，四下探出乳白色的花朵。一只做工粗糙的木凳，哎，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忍忍，我去叫医生啊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吓死人了你！我看你走过来了，我就想读一段牛虻给你听。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，我答应给你读一段的，你不也没看过吗？事情过去了，可以不用再提了。就一小段，这段很美。蒙泰尼里就坐在上面，亚瑟在大学里主修哲学，因为他在书上遇到了一道难题，所以就来找他的老师解惑答疑。哎，李护士。你认识我？是啊，那天马刚来抢救，是你和姓刘医生接诊的。你是哪位啊？啊，我是马刚的女朋友。他在201病房。啊，谢谢。哎，这么漂亮的护士照顾马刚，他没骚扰你吗？你真会开玩笑，我和他只是医患关系。
再见。别闹了，我现在是病人，需要安静。安静？我看你是移情别恋了。什么移情别恋了？你是不是看上这儿漂亮的女护士了？瞎说什么呀？我问你一句话，我们俩还有可能恢复吗？不可能。陈参谋不是把该说的话都跟你说了吗？我不信。我让你自己亲口告诉我。告诉你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？好。我亲口告诉你，我喜欢上别人怎么了？我又没卖给你。好你个马刚，你这个白眼狼！哎，李护士，你怎么来了？处置单上的字我看不太懂，这个。对不起啊，我写的太连笔了。昨天的事情挺谢谢你的。小事一桩嘛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我真不知道他会耍泼成什么样子。反正以后有人欺负你，你找我。谢谢。哎，李护士，听说你英语特别好，我这是有个英文病历，看半天也看不懂，给我帮个忙吧。听谁说的呀？我英文一般。试试试试。来试试看。第四句话就这儿。这个哈。气候是诱发呼吸道感染的重要参数。这个是气候与病菌的关系，对的。下面就是一些病例了，这个单词真够偏的。你英文太棒了，以后我有问题我就问你，你可别嫌烦啊。怎么会呢？随时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可不是嘛，护士长和院长都亲自过问了，他一个劲儿的交代，要用最好的药。哎，他好像对李丽有意思，刚才听说患病乏就要换护士，立刻就发火了。嗯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听说刘医生也喜欢李丽呢。病房都快忙死了，你们在这嚼什么舌头？田静。刘刚。你看。我到食堂拿了肉馅儿和芹菜，嗯，下了班之后啊，到你宿舍去，包饺子。上次爸妈说最爱吃芹菜的馅儿饺子了。我妈呀，不爱吃芹菜，烧心，爱吃韭菜。韭菜才烧心好不好？你怎么那么爱瞎说呀？上次去你们家的时候，大妈亲口告诉我的。我妈那是跟你客气，你还真当真。你又来是不是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着啊？王艳，我觉得咱们俩人特别不合适，真的。你早说呀！刘东，我要不是看你是个大学生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你以为你谁啊？长得又老又丑的，你自己包吧。我祝你打一辈子光棍。你怎么会在这儿的？啊，我知道你在这上夜大，所以，哎，天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宿舍吧。你是特意来的？啊，不需要的，我自己可以回去的。我都来了，你还让我送吧？其实，你应该多陪陪王燕儿，
最近他心情不好。我跟王燕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想跟你谈。你想跟我谈什么呀？人生。这个话题太大了，改天再谈吧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丽丽，我人都来了，你还让我送送吧？我保证路上我什么都不谈。我呀，出身农村，家里穷，我爸死得早，所以从小到大我特别努力。后来考进了二军一大，进了咱们苏三三医院，我还入党了呢。你真优秀，很有前途的。王燕也是个好姑娘，你俩呀真的是很般配。哎，李丽，我怎么说了半天你还不明白我意思啊？我觉得你业务好，人也谦虚，还读夜大，我对你挺有好感的。王燕也挺好的。真的，他对你也是真心的。天太冷了，赶紧回去吧，明儿还在上班呢。不是，李丽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哟，还没睡呢。睡什么睡啊？不困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李丽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刘东是不是喜欢你？这事儿啊，嗨，你多心了。我和刘医生什么事儿都没有的。这人要是长得像花朵一样啊，男人就像蜜蜂似的围着团团转。哎呀，看来漂亮就是近水楼台哈。李丽，我觉得你够漂亮了，没必要每天在抹雪花膏、擦香水了吧？就不怕有一天把蚊子苍蝇给招来？清算账单你有吗？还有医务处的通知，一大堆手续要办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让李政委再打个电话给院长、护士长。这样行吗？我先回单位，过两天我过来办手续，我把军官证押给你还不行吗？不行，这不符合规定的。你怎么总不让我出院啊？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要真不想让我走的话，我就留下来陪你，真的。越说越不像话了。老妹儿，老妹儿，怎么了？哥，刘栋，我们俩吹了。吹了？刘东这个王八蛋，他敢跟我妹妹吹了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不就从农村来这个穷小子吗？老妹儿，别着急，哥给你出这口气，怎么样？你给我出气啊！啊，放心好了。那你别乱来啊！啊，不会的，走，回去吧啊，别太生气。李丽，来一下。刘医生，有事儿啊？哎，你夜大是不是该考心脏科课程了？我给你准备点参考书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你值班的时候，我翻了翻你放在桌子上的教材，知道你学到这一章了。这些书啊，全面也权威，特别适合考试。是，你真不愧为科班出身呀。太好了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你。嗯。管参谋。吃药了。哟，今天怎么换人了？
怎么，看惯了漂亮姑娘，来了个村姑不习惯了？没有没有，你比村姑漂亮多了。马参谋，嗯，给我读点小说。什么小说啊？就这本小说，快点读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拜托了。怎么了你？你读不读？你不读我烫死你！快！行行，我读我读。又是一个停顿。一会儿我过去啊。他们需要一个驼背。或者是一个无论什么样子的畸形人，可以让孩子们扔橘子皮和香蕉皮，惹得那些看客们发笑。这样，我得学会那一套把戏。我并不怎么畸形。王护士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怎么。你读的真好听，来，把药吃了。你怎么那么吓人呢？那么奇怪呢？有什么奇怪的？哦，只是漂亮姑娘喜欢你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也喜欢我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赶紧把药吃了。站住！你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我跟你说，明人不做暗事儿。我老妹儿叫王燕，我是她亲哥，知道吧？你是王燕的哥哥呀？对，没错。我帮你去叫他。朋友，我问你呢，刘东这小子跟我老妹儿吹了，是不是你勾搭上刘东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勾搭不勾搭？没有这回事儿的，怎么没有这回事儿？我就不相信你，你这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行凶啊你！你想行凶啊？行凶？我不行凶，我拿刀杀你啊！但是我是杀人犯，我得吃枪子儿。我懂法律，我告诉你，我自己，我砍我自己去吧。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敢跟刘东来往，砍我自己去！我叫你不在，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哎，不是，你谁呀你？我马刚，李丽的男朋友。我们在谈恋爱，跟刘东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误会他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有心脏病，他救救我！啊，他。他有心脏病，他喝这么多酒，心脏要是有病的话会很麻烦的。那赶紧去医院吧，快，来，快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快点。慢点，慢点，快去叫值班医生。哎。没事吗？脉搏还是很快，喝这么多酒，真怕他心脏受不了。丽丽，咱们这里是军区医院，这位是地方的，咱们怎么交费啊？他是王燕的哥哥，等王燕来再说吧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去叫。嗯，这不是王燕哥哥吗？怎么回事？他喝醉酒了，心脏病发作，正好在路上碰到我和马刚，我们就把他给送过来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这是急救室。哦，脉搏跳得特别。你没穿护士服。哦。小菊，先给打去点盐水啊。哎。今天的事情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救了我呀！不救你救谁呀？衣服破了，嗯，我去给你缝缝吧。那我先把费交了吧，啊。那我跟你一块去。走。没想到你手还挺巧的，小心别扎着手。我妈说了，
心里要是想着一个人给他缝衣服的时候，就容易扎手。别人在旁边唠唠叨叨，我才容易扎手呢。李丽，哎，他一喝完酒就乱来，我真的是很抱歉。事情都过去了，没关系的，不提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钱我给谁啊？给马刚，是他垫付的。马刚，谢谢你。不谢。那你有时间跟你哥说一声，本身心脏就不好，还喝酒还闹事儿，今天幸亏碰上李护士，要不然多危险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不谢。那我先回去看我哥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呦，真扎手了！哎呦，别动，别动，你把血挤出来。自爆也贴了，这让你哥吓唬人也吓了，别再闹了，现在上班呢。我找你来是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昨天救了我哥。啊，其实不用谢吧，这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嘛。我这才几天啊，你就跟我生分起来了，以后我们两个还能做朋友吗？能啊，当然能了。我怎么觉得跟你做朋友更好，好像我自己轻松多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王燕，让你哥少喝点酒啊，心脏不好，再喝多了该出危险了。知道了。跳下来的，嘘，怎么了？王燕，马刚人呢？药没吃，又跑哪儿去了？王燕太吓人了，他是不是跟刘东吹了？他整天跑我房间来，我有点害怕的。他天天让我吃药，脚崴了，把袜子脱了。没事儿啊，我是军人，哪有那么娇贵啊？这疼啊！疼。别再闯祸了，不然你真出不了院了。出不了院吗？正好可以多陪陪你。我特喜欢看你打针包扎的样子，特温柔，真的像白衣天使。我对患者都是这样的。没有吧？你上次给我打针用了1分24秒，打点滴用了1小时47分钟，比别人时间都长。你是笑话我笨手笨脚？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意思。忍着点。哎呦，疼！哎呦呦，真疼！李丽，值夜班呢。哦。晚上饿了，垫垫肚子，可好吃了啊！谢谢你，别给我了，你拿去给王燕吧。最近她心情不好。我跟她没有关系了。她这个人就是心眼好，嘴太厉害了。其实人还是挺好的。咱不说她了啊，那我给你放在这儿。哎，对了，那个马刚怎么把脚给崴了？我还听说他爸是个大政委，点名还要住高干病房。
这些高干子弟吧，就是娇气，架子也大，啊。能不能不说了？呀，背后议论人不好呢。不是李丽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武床的马刚呢。武床怎么了？你怎么下床了？武床怎么娇气了？怎么架子大了？不要断章取义，我说的是现象，没有恶意。我知道你没恶意，有爱意吧？泛黄的不知是一张照片，转身的不过是一眼留恋，散落的秋天来不及说服昨天，带走的色彩不由温暖，刻下的不知是一段心酸，回去的不过是一种信念，记忆拼图总是黑白错乱，坚强的拼接没有答案，就算能够重来，就算感到失恋之前，命运还会袭来，你仍会忍住不敢窗外，如果一切重来，我又一生紧握你的手，挡在流言蜚语袭来，是不是苍白，就算能够重来，就算感到十年之前，命运还会袭来，你仍会忍住不敢窗外，如果一切重来，我用一生紧握你的手，挡在流言蜚语袭来，是不是在